就係、是、驚飛機唔起飛咯。原本就係話因為能見到低面，所以今次就等趕翻嚟嘅。咁嚟完咗之後咧，我就旅行咯，自己。哇！自己旅行自己。係啊。老婆係嘛？我自己去旅行。自己啊！老婆仔都有冇跟翻啊？老婆仔都係後尾。其實有冇咧？嚇、啊，其實有冇啊？冇，我哋唔係親戚，不過阿叻哥睇住我即係入行。呢個環節咧就同歐巴同埋阿楊先生，就我哋連埋演奏廳嘅朋友咧，就會一齊 jam 歌嘅 ，jam 一 part 情歌嘅三個各自都會有一隻 solo 嘅。咁、我就唱從不知。哦，郭小林係郭小林啊，熟唔熟啊啲歌？近排咧太多唔同嘅演出咧，所以係真係練歌時間少咗。十二月啲 show 咧好密。咁啊，真係少咗時間練歌，咁變咗每一次咧，譬如今日呢一隻 Melly 歌，我哋係嚟到先至真係啱啱買嚟夾，未開過。得唔得啊？暫時唔係好得，我覺得暫時，因為我又要彈吉他嗰 part， 跟住又要連埋唱啦，咁係今日真係先至坐低認真去聽一下隻歌去練一下，因為早一兩日都係忙緊中遙好聲音二嘅比賽啊。